陳志全議員第八句。係，多謝主席。副局長真係老老實實講，如果你係要等埋嗰個城規個程序圓滿，我當你過到下而家都係個問號，因為你知道單位數字對五位數字啊，個城規程序圓滿係幾時？如果到城規程序圓滿，你至上嚟呢段時間，你整個前期工程會令你多咗幾多錢，或者令到你成個計劃係蝕底咗啲咩嘢？你可唔可以解釋俾公眾知道呢？局長，我諗我哋之前已經答過佢好幾次，咁亦都喺呢度。正如剛才所說，就是我們現在做的工作是一環扣一環，如果我們將這個前期工程一路褪下去的時候，我們都影響了四年後我們有地盤開工，你何時完成規程序啊？爭多久啊？這個時間就一路跟下去，這個就是我們所你爭多久，你告訴大家知道你是急在這一個月定兩個月定幾個禮拜啊？局長有沒有要補充？時間上面我諗係城規程序，我哋冇辦法控制。即係佢已經實一路答你㗎啦，你重複佢都答唔準個具體㗎啦，大家都明白。好啊，下一位。